法号慧远，好身手。刚才那两下不算，我们再来过几招。嗯，好，慧远，回来。你接招就是接受了我们的挑战。如果你再不出手，那么就是小看我们这些人。对，放开！难道我童全金不值得你们受人出手吗？贫僧绝无此意，我师父已经说过了。 少林绝不会接受挑战的。哼，少废话，接招吧！哎呀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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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师父，原来这就是达摩传下来的少林功夫。我看不过如此，别人说达摩祖师的功夫高强，我看大概也是这样窝囊，打不赢就跑。大胆狂徒，敢在佛门面前放肆污蔑我达摩祖师，看招！呼呼呼，少林金钟罩！哇！我董千金不服，我会回来算这个账的。大师兄打得好，穿山甲前来请教。大师兄你别来了，换我来。好，小心点啊。我又来晚了。你刚才干嘛去了？我拉屎去了。一天到晚拉不完的屎。哎，四师兄好像奈何不了他，怕是要吃亏了。那我们上吧。哎，那小子你看好像穿了一件铁甲衣。铁甲衣啊，那怎么办？看看再说。
说吧，打蛇就得打七寸。废话少说，马后炮。少林佛门棍。哟！多有得罪了，气死我了！大家一起杀，杀了他！不要惊慌。师傅，上你了，再也配不上你了。你配得上，你配得上。三弟，我用分级错骨法废了他的武功，从此他不能再害人了。慢，雪地白狐，我废了南诏五仙的武功，要不及时救治，怕他会有生命危险。你想好了，是要我们的命，还是要他的命？老乡，我一定为你报仇。小胡儿，我配不上你了，再也配不上你了。别恋战，咱们走。少林和尚，你们等着，我给你们没完没完。